国见比吕，说：“终于。” Square Enix、光栄テクモゲームス、チーム忍者。科一说：“嗨，蓝音。”科一说：“据说是款阿克会被电爆的 game。”秦荒说：“安安。”哦，欢迎收看今天这本道明，大家礼拜五晚安的。好，这个柯议长还有国建很光晚安的。对，这款游戏应该是我会被电爆的游戏，所以我根本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想要收这一片，只是今天真的没有什么游戏了，这阵子都没有，所以妈的买来玩玩看好了。对啊，好，第四季啊，欢迎来到万达集，马上来玩。秦光说：“这款我记得是对战类型的，对战类型的啊，就把它当成人的钢弹就好了嘛。”说：“就是太空战士的主角变成钢弹一样。”大家好，小屁上口猫啊，好，非常不重要一款，这款而且这款应该是光荣替克摩代工，就是拿他们的 IP 帮他们做的，但是它不是无双，它是空中对战游戏，好不好？超空间对战。请选择一个召唤石，干嘛要抽宝是不是？干我！嘿，看上一个，好这个，各位兄，敢吃婆，好吧？可以重抽吗？啊，不能重抽，谢谢。接下来由他来引导看，配音直接就省掉了。莫古里 ，Goodbye。莫古里好像一直同一个人配的嘛。酷爆！只要努力就可以把它卖成中古的，没问题。没事，我们打那个关卡模式就好了。哇，还是被电，我也没办法。你，Steam。这么多游戏，我 Steam 很多游戏，对，而且我觉得好像大部分都烂 game 的蛮多的，他妈的，好 game 我也没有常玩。Select your character， 选择你的角色，在实际操作角色同时学习战斗基础，请选择喜欢小个机选技，随时都可以再度进行教学的哦。我最喜欢的其实史克尔，可是上次用史克尔的结论就是烂死了，所以第二主角就是 Tida，
还是要用 Noctis 诺克提斯。好，这个九代主角全部都有，还有甲库一项库甲，还有塞菲罗斯 Sephiroth， 有塞菲罗斯。我看他应该是五代主角，各代主角都有的。好，那就来 Tina。OK。干，我其实有一段时间那时候在做杂志编辑的时候，我头发就是 Tina 的头啊，好不好？搞得妈的忘在 cosplay 一样。螺旋斩配置，哎、欸，反正我也看不懂，随便了。哦，只能选师婆。History 12642、okay。说，悠悠，哎，阿斯安安，新年好，哈哈。新年好，好，我现在先自行说手教学一下。有点难想象你的脸配他的发型。哦，我以前没有那么胖，好不好？以前他妈超帅气，你问小兵长，根本就踢打，对不对？进行实践，吃大豆。哈哈 ，Tutorial clear， 看一下一个一个选嘛。Zinger one， 切换目标。说，干，我不想说谎。干他妈的，什么叫不想说谎？说，真的是这样、啊。今天马力有条比较高。今天马力条比较高，可以切换角色。可能那空中钢弹嘛。哦，居然还有暗黑骑士。召唤兽来帮我吧。History 12642。说，干得好。意外。这好像，反正就是切换，切换最近的目标敌人。还有一个哪里啊？还有一个这里，黑胡子勇者。好，秦光，蛮无聊的新手教学的。我印象中这游戏就是一直在飞来飞去，就是飞没错，飞得很大，不累不攻击。History 12642。说，这是在玩啥咪？这就是超空间对战呐、啊！他音乐都已经变得非常替克魔了，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光荣的感觉。使敌人不累不背壳，不累背壳怎么用？干，我在想，我算了啦。教得一塌糊涂，他妈的，直接打就最快。克啥 ？Online Battle Treasure Mall Story Mall， 好 ，Story Mall Offline Battle 的。序曲，解锁。那个搞得好像，好像手游一样。观看此故事，看你看看。ここは次元の狭間にたゆたう世界。Kiss Jelly さん、こんばんは。かつて二柱の神が繰り広げた。就把它当成钢弹变成人，然后在那边打。戦士によって終止符が打たれました。大概是这样。好了，随便讲讲。役目を終えた戦場は静かに消えゆくはずでした。全然ダメだよ。ところ。这边绝对会卖中古片的，大家放心。说，当初买我就不想当盘变成人在那边打。当初买的时候我就觉得 ，History 12642就可以卖中古了，太棒了。空巴瓦里赫，空巴瓦里赫的是。特一说，哈哈，那阿克很快就卖片了，超快，好不好？然后介绍完以后，明天就卖。这边观众有没有人有买、啊？就觉得说，哇靠，这超屌！新伙伴，
不足接近一个，干妈的 还不能玩呢、欸，没有水晶，第一个都不能看 ，event 没有的，难得。火箭比旅，难得。说，人龙已经卖啦。OK， 好。所以是怎样？要怎样才能过故事模式？要跟人家对战吗？我你妈的发科嘞 ！You owe 68,345。说。离线对战，数位特价292超赞。Free battle， 哦，连续战斗。秦光说：“对你200多块，我知道。”看过官方实况，觉得没兴趣。正规心，正规账。可是盾已经很久了呢。角色，好了，光之战士一代好了。这个是自己进行战斗的吧？三对三的。You owe 68,345。还可以看故事模式哦，会不会太爽了？主要就是爽片啊哈。对啊，没有玩过 Doom 的，还有想要趁便宜买的可以买的，是有点想买，但是好像有点浪费。ここは譲れない。ここは譲れてないわよね。信じよう。必ず勝てる。角色做完门票了，漂亮。よろしく頼む。よろしくね。冲吧。You owe 68,345。说。Doom。线上找不到人可以对战。完全没有人呐、啊。Annie underscore Wong。说哦，金花掌看猫吧。我下下礼拜可以去六楼见过见了。哦，一呢。科一，快杀！火箭说害怕见到你。You owe 68,345。说。切换到最近，这是切钢弹。我买来玩单机啊，他单机超爽的。太远了。Annie underscore Wong 说：“有了有了。”为什么？科一说：“因为他怕病娇。”他怕病娇。Annie underscore Wong 骑士出现了。说。我又不会杀他。哎呦！哈喽，肯。火箭比旅。你声沙小哎、啊。说。我有这样。我敢超完巴哈姆特是怎样？这是什么？画这什么模式了、啊？哈！哇！我靠！你老师还召唤巴哈姆特？呼叫召唤兽吧，我要呼叫师婆。秦光师伯说：“我这阵子没出现，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好、哦，火箭完了。科一啊，说：“小宝贝，是我在帮你闪变态。”Annie underscore one， 冲冲冲！说：“火箭，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先干掉一只。哎呀，现拉哈姆特狂攻哇狙狙啊！科一说。他刚刚跑来我这边说喜欢听我惨叫。是格斗游戏还是动作类游戏？格斗游戏啊，你还是算格斗啊。以前有一个术语，术语应该叫超空间格斗。History 12,642。空间未来不会起一种。说，巴哈姆特，我去。Annie underscore one。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我在打谁。说，我哪里变态？你就把它当作是那个。钢弹啊，差很多。他那个攻击按一下，他要表演完以后才会发动攻击，奇怪，还是这一代角色比较特别一点。无名小丑，所以我们还是来玩钢弹好了，不要玩这个。可是芯片还是要玩一下，我已经卖掉了，残念。啊，干，真谢子，无法战斗的。你是怕死啊？打破水晶，光辉冲锋。处女呢？处女现在因为时差的问题，还在应该好像睡觉了。
然后回台湾以后，时间完全没有办法说。来了，糟婆终于来施工。所以我只有对你才会降。下，别爆！哇塞！科一说：“点点，因为他是属于近郊。”可以，要不要进派对拉赛好了啦，反正也没事干。这个告白好恐怖。来来，一起来拉赛，小 P 又小 P 也一起来了，都来了。但这一遍很无聊了，可以有人开直播吗？知道说你要勘察他的棺材。是啊。Annie underscore Huang。来来来来来来。有吗？Less than three。快了，就是哪天去赶快陪那个樱花长拉赛。干动。好等等。对啦，无名少女。这樱花是说下下礼拜会去八楼，然后去三创。三创六楼是干嘛的？打快打的楼层吗？还是什么？没有啊，现在就变成说，因为原本他们快打是每个礼拜一晚上在那个一个叫做八楼聚会空间的地方在办打快打是吧？哦，对。然后后来他们现在。就从上一代开始，就现在移到那个三创的六楼那个电竞馆，对，赢了，不知不觉赢了。噔噔噔噔噔，好，我不知道打什么就赢了，什么玩意？感觉是没有格斗。格斗游戏的那种事情。有啊，他这个说在日本大型店玩还蛮多人打的。下下礼拜四刚刚好是我寒假的第二天。History 12,642. 说，感谢发了。今年，阿斯会玩七龙珠吗？会，有买哦，还数位版的干。嗯，这没有办法跳出啊。七龙珠会不会又跟以前他们那种之前那种对战类的方式？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而且，但是打起来，我觉得我应该会很痛苦，因为开发的公司是那个 Oxygen Work， 就是做那个圣骑士之战那一家公司。那一家他妈就是打到又连断到死了，有没有？我大概就是被连到死了。Total score 1500多，所以是二 D 类型的，算二 D。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还不能够离开。”国建，我下次一定要跟你打。反正我都是被虐，就是网络上跟他打，就跟电脑打，都是电脑、啊。下次我用闪酷来杀你的 Julie。我要换角色。返回选择。闪酷啦！1月16号更新，我已经先储值那个点数，准备要买。牺牲 pass 了，哦，都已经准备好了。不是点数满或比较便宜吗？没有比较便宜啊，但是我不想要刷卡。那我，对啊，刷卡会有没有花钱的感觉，然后却要付钱，对不对？欸，他 story mode 很奇怪呢。晴光说，居然要点数是这样，要难得有空看台，不过今天太早起，先去睡了，爸爸。哦，好，我先去睡觉，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辛苦了，是青光哥。国建，你绝对要把我的年龄保密。绝对要把你这好奇怪的设计啊，我不懂。很难说哎、欸，因为制定看到你一定不只有我而已啊。这完全格斗游戏，还可以称号战场星星。战场星星选了也没有用啊。”还是本来就三角星 ，OK。玩家图示只有两颗，这个好了。共通战斗 BGM， 团队资讯没有团队、啊。Annie underscore Huang， 没有人跟我一起买，怎么会有团队呢？想太多。可以回去。不是真的。哦，阿瑞回去。哎，可以上，可以上，嗨。好，我们派对来的科一桑还有我们的班主国建，但是我们的科一桑依旧应该在调时差，说对，还在时差调整当中。就算没有调时差，这个时候他还是有可能，他还是会睡觉。对。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
没事。姑娘，姑娘，姑娘，哎，他这个很残忍的。Annie underscore Huang 去完日本就直接去美国啊。阿瑞会去，去美国去两个多礼拜吧。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这个吧。叹气，水晶是要买的，看一下。叹气，阿瑞有什么叹气？阿瑞不是你明年的老婆吗？对啊，叹什么气？明年的老婆，明年的老婆。解锁，他那个宝石是要买的哦，确定要解锁的结局吗？结啊，干！跑到我的台桌那边说那个，很喜欢听我的惨叫声，我完全不知道回答什么。Lee underscore KT， 以后我就尴尬。说，我干，好冷。看他的故事模式要买的，我搞不懂哎。听老婆的叫声，哪个文？用这个哪个白痴设计的游戏 ？Annie underscore Huang， 北兰的游戏，我干了！惨叫小鱼三，第一次看到游戏的故事模式，居然还要发挥金币的，你娘嘞！这个我真的有点火大。对啊，就是逼你一开始就是要上去跟他打，然后打一打，被他店拿到钱再来买故事模式，嘿。这对实况族非常不公平的，我不想要玩对战不行吗？第一节金不够。那个这个游戏就跟比钢弹还要累啊！你以为是妈快打旋风的对的是？妈的，只能对战了。那个叶子跟卤蛋他没有玩啊，他们在那个体验版的时候也有玩。我也有玩呢、啊，然后我们在 History 12,642 对啊，说他们像叶子也说奇怪的游戏不懂啊，然后。反正就是被虐，然后他们说，他们结论就是，嗯，好，被虐完了，可以要好好的练习一下，可以卖片了，练习，可以卖片了，可以退工商片。体验版是连买都没有买，好吗？工商接完可以就可以省下来。Lee underscore KT 说，刚才阿克的脏话真的发自内心，发自内心，完全的。Annie underscore Huang 可是古老二这个他在日本有大型店玩，所以阿瑞也会去六楼，但不是这个版本的，但是迪西亚Final Fantasy RK 一样。可是真的有人要玩，然后他摇杆是很特殊的，类似像那个总会比较好玩吧，空战游戏的那种摇杆。然后还有很多人在打嘞，而且他打的不来不去就厉害哦，那么我看无，我真看无。阿瑞不去啊。UO 68,345 说，日本很多人玩，真的，对，一开始就是我们不会玩，可以选很多角色嘛，还是那么就没几只角色可以选，大型电玩也是一样很多只啊，对啊，有啊，也要看空中飞飞，而且这系列之前其实那个什么。PSP 就已经开始有了，其实那个迪斯基亚系列有啊。PSP 这个还比较好玩吧，而且故事模式变化挺多。对啊，这个不是故事模式要买的，我不能理解。玩过一次啊，这次他妈的花了钱只能买对战，然后你要破台还得跟人家都不认识人打的，不合理。花多少钱啊？这天要1600哎，很贵呢。要那算便宜的，以这个日本游戏来讲。没错了，但是我玩成这样，我就觉得他妈的，你以为你是快打旋风吗？800的，真的，160收，160，搞百了，他妈的，卖至少还是不能差太多，差太多了，这。他卖应该至少要1600，只有两招而已。拜飞螺丝。这个大绝招嘛。UO 68,345。教学直接跳过了。说。所以关卡要金币买，没有看不太懂，我不确定是金币的，可是我刚看 UO 68,345，感觉好像是，好像是要过完金币要氪金吗？应该是没有氪金的，但是我看不太懂。我觉得你直播期间要多赚点钱。对哟，阿干你哪好嘞，马上就无法战斗，放手来了。对不起，还有对不起的。后面故事模式打完之后，才去有一些功能性。按下进行战斗，干嘛让我？Annie underscore Huang， 就连故事模式都不让我打、欸，妈的！我等等要去练快打。啊 ，OWO，
赶快去练。我想见你。Annie underscore Huang。好，考试。说。期待明天的对答。啊，干！他明天要来见啊。啊，不对。亚麦。呼叫师婆。干，为什么会有星钻石星成全？大妖们都大错，来了，送你千玺。Annie underscore 哇，召唤之后飞上去了，不用。考完了，抱歉，考完了。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考完要提早，今天就考完了。想他真的 HP 太多了。我怎么今天考完了，我们就下礼拜要去把去非凡送去，一点都不非凡。我三块快点就考。干、啊、你老师啊！嗯，我快点就考。谁在呼叫师婆？妈的，打不到。师婆去吧。下礼拜干那么冰到了，哇哦！必须。快点。哇，我们那办的计策了。没有啊，现在就是他们每在四钻石星魂圈会固定办那个西瓦快打的活动聚会比赛。我儿子也是今天考完，像那个今天考完，天天考完所以 Annie 长一样是小学生就对了。Annie underscore Huang 是小学生呢。说怎么办？你有没有很紧张？国建，我爸下礼拜出差。还说关键叔叔，我那、哦、如果是小学生，我就真的吓到了。哇哦，太成熟了，哦干。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下下，所以是下下礼拜。拜拜拜拜，我甩连击，非凡送出门什么意思？你真的新手教学要好好玩一玩。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我开始抓到诀窍了。”哎，好像被猜到年龄了。我被猜到年龄了，我天哪！开始慢慢犯罪啊！要注意啊，国建还有这个阿瑞要小心哦。未满未成年少女未拐，可是要他妈的会被抓去关的。嗯，哦 ，Bridge Ball， 帅的、啊，看到他，Annie underscore Huang，他妈年轻时候的样子、啊。国中了，我快要国中了。你快要国中了 ？O W O， 真的假的 ？Why 呢？返回自由战斗。难怪你，所以就是一个这样，你才问是喜欢御姐还是萝莉控吗？哦，我喜欢萝莉控，但是你。小学生这个这是犯罪行为，阿可在跟你告白。没有没有，这是犯罪行为，不行，太危险。AP attack， 非凡攻击，这是进化不？每只角色好像招式不多，你知道吗？哎 ，Random 好了。这其实是阿可猜到的。真的吗？哇哦 ！History 12,642。犯罪行为，大家小心啊！那要叫耶阿斯伯伯。耶阿斯伯伯，靠没那么老、啊。Annie underscore Huang。我可以当你阿伯是没错的。俗话说，三年起步。好，国小生，那你不是跟我哥的那个二哥的小儿子一样？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很可怕？你看这冲战士的人长都有一点点光荣脸皮了，外包真的是完全丢给光荣他们做的。Annie underscore Huang 轮廓稍微有点不一样了，看得出来。我只是年龄小一点而已啊。QAQ 小太多了，犯罪行为，好不好？小学生可以这么晚还不睡觉吗？很危险哦，爸爸不会骂你吗？我擦！但是还是看一下好了，因为我们台人真的不多，还是要靠小学生，我们也要收。小学生收，没问题。叫人家睡觉，现在叫收。
Zinc one， 我干掉了，说可以，我儿子也还没睡。他妈的，小臂长，你这是 Annie underscore Huang。哎，我介绍男朋友给你，小臂长儿子应该我又不会伤害你们，好不好？看你们要不要认识一下。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这个教坏小朋友啊，真的干，呀贝，呼叫师婆，咱也呼叫师婆，我敢当师婆呀。嗯，可以用的按钮并不多的，对。所以怎么打连击？我真是觉得，哦呦，连斩触到是有无法战斗的，干掉一只，对啦。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哦，感谢不要订阅，哪位订阅？该不会是国建吧 ？Yo Sang， 阿里亚都在吗？订阅完好不好？哦，在订阅完了，谢谢 Yo Sang 订阅。Annie underscore Huang。我有国建和科一了。哦，不行啊，犯罪行为不可以。Lee_KT， 阿布赖也有。终于有订阅了。哦 ，OK， 有上，阿里阿德。点点。啊靠 ！You owe 68,345。说，阿杰现在到底怎么定的？今天生日来定一下。同意，同意。有几个人订阅 ？Lee underscore KT， 订阅好像就只有你们这几个而已。感谢 UO San， 哎呦，没关系啦 ，Don't care 哈 ，OK。啊，阿贝 ，Annie underscore Huang， 我拢在北极，北极在直播的。哪里犯罪？哪里犯罪？长大你就知道为什么会犯罪了。因为你未成年，诱拐未成年少女就是犯罪了，好吧 ？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国剑是我的，拿菜刀。”好好，给你，国剑是你的，都给你，通通给你。阿乐跟可以都可以哦，可以可以攻 man。阿乐，我们教主失踪了，教主，我师伯为何不出现？敢出的，靠！飞鼠兄说：“其实生气来的。”大家晚安，波浪图。就是角色的夸题跟那个特效做的真的是一级棒，但是战斗做的实在太莫名其妙了。飞鼠打完还有排名，说输了我还有第三名。最近都在玩花枝，好输呀！我在玩那个 Splatoon。You owe 68,345。说。那个突然变犯罪台了，不知道痛要怎么翻。Lee underscore KT 说 ：“Hello Blue San， 不上，干嘛？飞鼠兄 ，Annie underscore Huang， 最终今天遇到小象了，厉害！你们又没有诱拐我，还有真的遇到那个 Justin Wong。You owe 68,345。说没什么，我觉得很酷。Justin Wong 是真的是屌，比较扯。对对，飞鼠兄。”两个是还好，对啊，你在看那个照片，好像是 Justin Wong， 对啊，但是可是照片看起来没有那么胖，飞鼠兄都变瘦了，说还是你用美肌。一开始只是旁边有人说英文，好奇瞄一下，就真的被你捞到了，厉害啊！还第一次玩的游戏，竟然买回来不能马上玩故事模式，我真的是一头雾。飞鼠兄，然后打半天说没有钱，就是要线上跟他打。想说怎么好像一直在逃避，好像不能逃避就算了。再看过去啊，不就小象？单位接人，飞鼠兄说，本人看起来没有直播这么胖。本人看起来没有直播那么胖，谢谢你们优赏。靠背直播看起来很胖是不是？脸比较大而已啊。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比那个爱心，对啊，你没有跟他讲吗？居然看到我失足，比爱心，对，两个比爱心的，对啊。飞鼠兄说：还有石油王，还有石油王，石油王跟小象还好，我跟 Lee underscore KT 说啊，你们可能没有机会，不是在说阿可拉，他不是说阿可干。”
有哪一只是我喜欢的？昨天他也有去那个飞鼠兄说，来吞你。阿克没看过本人波浪服，不予置评。不予置评。是啊，看过我本人。嗯，什么意思 ？Annie underscore Huang， 他叫西吧？国建送你一个东西。干啥 ？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小鱼三 ，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这个为什么他对你那么有兴趣啊？” Annie underscore Huang 你们是今生前世有缘分的，对不对？很危险。U O 68,345，很危险。说，我怎么超危险？我要帮阿克说话一下。见面的话真的要小心。阿克本人超高大的，是不是？又让。对啊，我是壮硕的，说不是胖的人，一百八呢。放闪吗？有什么好小心的？我才要小心吧。对，你要很小心。人家爸爸拿了一把枪指着我。对啊，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我他妈的就跟你拼了！那你要帮阿克说话一下，阿克本人超肥大的。你的靠背啊，小 B 长，你鬼刚刚人家靠 C 哇，你鬼要冲起来，小 B。啊 68,345。看展吗？说、没有啊。上次在 Land， 他看到阿克有点喝到。那不是刚才你以为我是一个矮矮的小肥仔吗？没有、哦，是高大的壮仔，好不好？干没有，跟 Justin Wang 差不多啊。没有，好不好？你知道？我没看过 Justin Wang， 我不知道。嗯，干奇怪，完全没有人呢。好棒的游戏啊！这不是新游戏吗？ Underscore Huang 说找不到人哦。我也要帮阿克说话一下。阿克本人超伟。X 问买了，然后才说粉。粉鼠兄，我操 ！JW 退钱没有很高哟。要被虐都还没人可以虐。Annie Underscore Huang 哎，好像有人进来说，有人 Bible Thumb 有有还是有还是有人玩的哦。Zinc One 说。好惨的骗钱游戏。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高大的肥宅，体验版跟正式版的，完全不知道。”我有多了一只召唤兽，为什么会突然？哦，三只哎，天哪！好吧，老头啊，应该是三个人里面有都可以互用吧。好，完全跟不认识人对战。要死的！你用哪一天？他那个在线聊天的，反正已经输得很惨。对啊，随便的。打完你要，如果最好要掉那个什么经验值，是可以玩吃 Dolimo。哪有人这样？是 Dolimo 要花钱，太过分了。不是花游戏币，超级导师嘞！我们要赔来赔去，知道？所以你到底是哪公司啊？啊，是要电光跟雷光，不是电光，雷光、雷霆。完了完了。Greed 198,723。说，看来今天玩完要准备卖了。完了完了，卖定了，卖定了。不是说他会成功，我靠，然后连线品质超烂，你所以他的本体是对战，应该会盾，你有没有看到？干你老师哎 ！Annie underscore Huang， 游戏差就对了，这么做这么烂哦！你们为什么很想用快打打败我？哇塞，马上封变，我后悔了，真的。没有啊，我没有想到。要败要败要败，吴建你要不要说？卖你，收160啊！160不许不收，太恐怖了！干你老师，100收，干这是为了爱然后去买的人，应该会含泪把它买下来的。看角色，挑战高手不是当然的吗？你看他卡住，这个人好可怜，这样难过那个，targeting 错了。他美术是做的还 OK， 还不错啦，特效也都 OK， 就是不好玩而已。这游戏。Annie underscore Huang 说啊，
我是说阿特，大家好，我们是一个游戏最大的重点。这个就个人评断了，我是个人是这么觉得。来了，超必杀技，我没来，进入召唤姿态，我给我们干掉啊！老师哎、欸，飞鼠兄，按火影忍者都被你刮过剩。阿克只是出张嘴。火影忍者还有特效。XD。对啊，还有 Story Mode 一开始就可以玩。干这个 Story Mode 竟然还要跟那连线钻打一样，那打得爽啊！我竟然没怕起来。Chemist Strike！ 我看见雷霆配音是不是欠你啊？好熟悉。Fasta Engine！ 去！你直接过来支援。你竟然敢在画面前提欠你！我抽到他了！啊，我也在干。Annie underscore Huang。说，我要休息了。好、哦，早点休息。小朋友，好不好？小朋友，Annie underscore Huang。说，来吧，师婆。拜拜。拜拜，晚安喽、哦。飞鼠兄，早点休息。说，下。晚安。出来。别怕死。Annie underscore Huang。打赢也没有爽感的。明天我一定要跟你们打的。明天要跟我们打，好，没问题。Zinker One， 记得要把片子拿出来放进去哦。哦 ，Annie 长。Annie underscore Huang。OK。说虐，超虐。Annie underscore Huang。说881。哎，有拿到什么？报酬14块。十四块是指游戏币吗？14块呢？还是四块是能干嘛？对啊，我不知道哎、欸，是可以开故事吗？剧情模式吗？可以开故事就太棒了，不行的话就应该是不一样的币。飞鼠兄说：“你娘嘞，不一样的币。”这边我猜阿克明天就脱手了50收，50收你太过分了。我、哦、看来这边不赶快出掉很危险哦，超危险哦。这个出中文版有什么意义？告诉我，你有意应该说你连线的品质，如果一招的话，这整个，而且你根本就是自曝他自己的弱点嘛。我连线这么的差，你又不能玩故事模式，故事模式往往可能没有去连线就算了，马上自曝其缺点。妈的 ，Tragemo。可获得宝物结晶解锁，我就是没有拿到，对不对？现在有没有？看我刚刚花掉就没了，我尴尬了，真的。游戏删掉再重新进来，好像没什么意义耶。可以购买各式各样的道具哦，买服装，但是你要钱啊。我们看看它的系统好了，对，它都要花钱的。在 GB， 你真的以为快打旋风了 ？Read 198,723。真的很漂亮，我没有给你胡乱，真的。以前 PSP 版本的就玩得很失望了。没错，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飞鼠兄，某些角色的设计是我们台湾人做的。这该不会不能跟日版连线吧？有发包，我记得有朋友有发包，有收到这个 case， 还蛮屌的。但是14块可以干什么？你告诉我。故事模式不行的，对是，我一定要跟人家惨虐就对是。轮，好了，跟人家 ranking 打好了。那聊天后啊，这个要我直播多久我真的不知道了。我现在很想就直接就换片了，他妈。换片吧。对啊。什么鬼啊？史上。实况最短的芯片，离开团队有资讯中要求，连剧情模式都还没进入就要换片了。对啊，因为我现在 Greed 198,723说，UI做的也莫名其妙，根本无心玩了，有点生气。飞鼠兄说。应该昨天直播了，我今天下班就先卖掉了。还好这片我连入手的兴趣都缺。
对哦。Lee underscore KT 说，没问题。你还有片可换吗？我有片可换吗？没有了。飞鼠兄只有玩 Switch 的 game 而已。七龙珠我还比较有想玩。七龙珠有啊，还没到啦吼。哎、欸，1月13号好像会有测试哦，到时候可能可以玩，因为我有预购。电影破局。招式也都飞鼠兄说，明天是数位预购可以试玩。对，明天是数位预购可以试玩。Greed 198,723说，经历 FF 15跟这片，经历15跟这片，太空战士根本要臭了。飞鼠兄，那是都没有香过啊。周日16点之后是不限资格。周六19点不限资格哦。飞鼠兄到周二说，所以飞鼠兄你也有预购吗？那个七龙珠，所以他什么时候可以预载？不知道，他要再重载吗？还是上次那个？飞鼠兄，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消息。我还没，我上次的那个。试玩版我也玩过，连线不是很好。七龙珠我有买啊，数位版的。七龙珠我是觉得，可以买来回味一下小时候啊。就看看他动画也开心啊。我们不要跟你打嘛，我们打故事模式吧。问题是可以有多少故事模式？好，会不会进入故事模式要进去打就？跟这只一样要花禁币，我要有上限跟他对战，我他妈折变了卡到萌死他，亨克沃鲁豆还没要这么快买，对啊，像这种混账东西，对啊，没办法折变数位版，妈你买一个那个太空战士还要排队排老半天，1700多，我恨这那个，你可以推我玩那个。Greed 198,723 说，浪费钱，妈的！这片比还比较有心。降低650，现在玩的，降低是免费玩吧？这游戏不是 free to play 吗？并不是。而且你看，连线对局还要这么久，说。我真的是搞到魔龙。话说阿克有没有玩过魔兵惊天录一跟二推不推荐啊？魔兵惊天录可以入手，非常推。这个超级游戏开发外包佣兵公司，我们的白金工作室做的东西都不错，但是他已经发很多次了。说还要再骗我，可恶！我宁愿去玩钢弹对战。飞鼠兄、啊、说：“要被虐，要被虐。”在犹豫要不要买 NS 豪华版啊？你还没买哦，部长，我以为你买了。我、啊、要买那个《魔兵金路》的豪华版。哦。你有玩过的？你没有玩过的话，我是建议可以买的，对。他、啊、玩过的话，我觉得不一定的，关键是撞的，因为像之前问班长，班长他还要再买一次，然后以前我公司的同事买几次他就要发几次他就买几次怎样，那我们就赶快照买。你这么喜欢贝优尼塔的？贝优尼塔那个音乐不错啊，音乐不错啊，而且御姐，这个御姐的魅力就很强，人数比较多。大家来看看追脚的，哈哈哈！这个台主买的雷电，哈哈。这个游戏没去碰，啊，干输了。EUR 68,340。万一有厂商在看我台怎么办？哦，这游戏其实不错，真的，你看战斗多么精彩，飞来飞去，咻，有没有？还可以用诺克迪斯，哇操，超必杀技，超棒的，我干，糟了，哦，原来是。
原来是钢弹。你都不知道实况组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好不好？好玩的电可以把它说很烂，好不好？这游戏实在太好玩了，超棒的！可以把它更完整好，好玩的应该是那些。We underscore KT 说，嘴巴真会讲，超棒的！你看，看看这个画质，说这个必杀技特效。这游戏如果以后那个山，那个图，有没有看到？好吧，那个腿。XD， 阿克知道那个动作很僵硬。Yeah, 他的那个，他的招数真的很 simple。靠近以后，你先戳刀，戳中就会被连杀了，没挡好的话。阿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有。We underscore KT 说，你干脆说那个云，那个雾啊。第四季经典大战，然后那时候台湾这样翻嘛，然后就有日本会的，我们经过一遍，说他那个动作像就像你现在玩那个太空战士的感觉。对，就砍的那个状况，对。库尼就说这应该是烂片，干他妈的。他们不能打的那个太空政策招牌就出来乱卖啊，不好啊！这应该是为了爱而买的人不错不多不很多。好，每个对一切都为了爱，我可是我完全没有爱，我只是为了直播而已。怎么办？22个人在看我直播，我现在把游戏说的好玩还是难玩？你告诉我，妈的！没有，就22个人直播嘛，然后办个抽奖，抽赢了这个游戏就送，抽赢了就给你抽豆豆，妈的，国健你自己送了，靠杯哦、喔，抽赢了，你不要忘了，送啊，我不要忘，我送没问题啊，我送没问题啊，不用不用，这个、你要出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干嘛那么干啊，他妈的，就已经游戏够烂了哦，那个、我已经够干，你还这样子，不要。咄咄逼人了。Greed 198,723 说，万人龙完了，万人龙赢破台了，没得玩了。玉龙那片在我那边，我已经国建收掉了。你卖给我了？对，你可要叫国建开台才可以看的。妈的，看你要再选角色了。这次国建有没到？有啊，反正就说要我就好吧，你就看这怎么弄啊。Class match solo party， 可是我买了之后，我昨天去三创那个普雷就看到人家卖二手1200多块，而且在靠腰、喔，你还抱怨什么、啊？Greed 198,723 说，其实我也玩完了，二手已经价钱价差不多了，就卖你。没有，不要这么说好不好？对了，都可以啊，反正他玩完了嘛，我就说他玩完，他现在也在赔钱在直播游戏，非常可怜的。这边我就不知道我要赔多少，天啊！这一片应该至少赔个500块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店家看到会怎样啊？这个哇，干这个才发售第二天我就收了100多片之类的，我脸就黑掉了。哎、欸，阿哥，那个我这边还有10片，你先帮我想看怎么消。怎么消掉好吗？思考一下。怎么消掉？麦片是不是有绑片啊？是这样而已啊。还有哪个女角来用用看好？我真的不知道他这战斗到底是搞的。角色其实也不多呢，你像看起来好像一堆水晶，可是很快就它只有翻两页而已，三页。洋葱骑士，我觉得那个钢弹还比他有那个。Lee underscore KT 比较有心说，反向操作啊，让其他人想要玩玩看到底有多烂。我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评断这游戏到底是好还是烂，搞不好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玩，就是它的诀窍。根本还没有玩到啊。对啊，就是我光是看他一些那个动作很僵硬，莫名其妙僵硬。不，他没有那个连砍的那种
有啦，他就是你要击中才有，如果你空招砍出去就是一刀嘿，然后就没有了，嘿，嘿，就是这样子而已。是嘛？技术性玩家的，看技巧玩家的。有的这样打很闷的，对啊，爽快玩没有，特效做的很棒，棒到快那个瓜可以给100分了，对不对？就是画面跟表现通通表现非常好，就是游戏不好玩的。但我可以告诉我的朋友，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好不好？这游戏基本上整个角色的 quality 的人都已经完美了哈。游戏好不好玩不干你的事情，好不好？我是觉得光看那个要排队，让排那么。Greed 198,723。看这个要排队什么意思？就跟排什么队？的钢牌一样，都抓不到距离。你要组队啊，那要排啊。哦。嗯，可是 server 处理的不是很好吧？都可以。Lee underscore KT 说，对，但是他还不可以远距离监视啊，他还不能够发射飞弹啊，你要冲过去进去砍。这不是你的错，下辈子不要哭。我、哦、这个太巴的那个魔女，谁知？就是当那一年泰巴出的时候，我还在当游戏杂志编辑，里面的所有的中文故事剧情都是我翻的。我看到这几条色，我真的看到已经非常有感觉，被烤出来了，没夜没年没天没日没夜在那边翻的，没日没夜在那边翻。对啊，以前就没有那个数位档，然后用 VHS 在听。我用 VHS 看，鬼塔里的鬼机啊！我还比较期待《王国之心》。看我被扁了，妈的，呼叫师伯。Lee underscore KT 没有师伯可以选。老泪纵横。有。啊！不会抓那个距离，然后预备点干中。他妈的，为什么一直找我麻烦？法克油。Holy shit！ 我这些时刻的话就损了，无法战斗，耶！满发。Diamond Dust， 西巴。会呼叫师伯的，没错，我真的觉得他那个动作是模组上很像。有，他的那个超必杀技出来之后，就是光荣的引擎就有那种东西啊，天命家做的那个，就是按到无双技的，叮，无双技的那个特效出来的 cutting， 哇，对，男肯跟他讲说。我不管，反正游戏好不好不重要，可是我画面都做得很漂亮，我尽力了，不能怪我。输了，他妈莫名其妙就输了。我改了。我怎么觉得你要每次突破20人的以上的那个状况，都是你被打得很惨。那时候刚大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我也不想啊，莫名其妙。对啊，因为刚大，而且怎么每次都第六名啊？他第六名就最后一名了，为什么？因为四五六都是他，两把嘛，两把一通啊。哦，龙骑士。好，这游戏是要从挫折中得到成就感的，无止境的挫折。赶快还我故事模式啊！故事模式居然不能直接玩，这一点真的是乱来。买的人情何以堪呢？这个 Lee underscore KT 说，大家去的久吧。这只角色就赵云啊，赵云。
搞不好有人卖掉之那个之后，他从那个什么故事模式连玩都没有玩过，搞不好就是我。对，所以我要是买到这一片，我应该就是放着等那个什么，就这种 PS 新的修改器跟那机缘的，把它改一改，可以再玩复制，我再玩。对啊，你有买这片没有吧？不要买吧。我看你这样走了干嘛？飞鼠兄，不会玩的话，这个很应该会很难玩。看赵云直播砍曹操比较有趣。看你玩成这样，我真的不敢买。对啊，不知道要玩什么。买之前我到觉悟会这样的，试玩版我就玩过了。顾云在想说啊，安慰我说，搞不好正式版出来会很好玩。我说嗯，几率大概就10%，他妈的1%都没有，完全没变。只有10%了，你还干嘛还买呢？嗯、你何必这么自虐呢？只有1%而已，你要这么自虐干嘛？混账的东西。那他支持一下。做外包，朋友做的那个朋友公司，他们做外包做得很好、哦，对，真的要鼓励一下，他们没有丢人家的脸，好吧？是游戏难玩是另外一回事，角色做的真的很漂亮了。啊呀！我敢，还有主题歌哎，好，这真的是，这是卖给有爱的人的。out， 卖个敢卖吐啊啦，好不？干狙狙的。娘的嘞！召唤兽，妈的！不下呼叫奥丁，你看奥丁会出来哦。Torbiz 说：“粉丝像游戏，超粉丝像。我画面都做得很漂亮了，没给你糊烂，真的。”我第一次觉得那个想用机器游的游戏器会太恐怖。他那个闪电石好像还砍开里面有皮的。对，那你假面是我卖给小皮的哟。小皮小朋友看到那个他会觉得很过瘾，很好玩。那我们大人看会觉得这招式实在是有一点点，有点老套。We underscore KT。是的。小朋友要是玩这个幸福像游戏。没错。我现在 UI 我都看不太懂。妈妈，这个人好坏。正常了。哦，戳到了。来给个波动拳。有呼叫奥丁的。呀！奥丁吉翁。没有动画做的真的是没话说啊。对呀、啊，来就连断了。我、哦、看龙骑有机会获胜了，但我都乱打一通。啊干！卖照，上一节波动拳，碎啦，赢了。但是我觉得是队友很强。哇塞！噔噔噔噔。只有龙骑士，哦，根本就是赵云在 cosplay。Rush， 可以有等级耶！看他该不会是打完升等级才可以进 Story Mode 吧？哎、欸、，Story Mode 有一颗了，为什么？因为升级吗？升级才可以看故事啊！我的娘啊，天！知道有真空，赶上蛮跑到故事模式。故事模式是不是只能够看，不能够玩呢、啊？哦，魔币上空，我难的是。嗯，好，可以解锁。Nice。可是我觉得里面故事模式只是看的呢。他这个只是看的嘞，干他这个只是看的，哇，那真的他妈的。Read 198,723。说，这游戏卖掉根本毫无悬念啊！真的，我觉得应该是动画看一看就没了，就是给你看动画。Story 是一个动画哈，
不是动，不是过关模式哦，不是阿 K 模哦。不过，伊格尼斯，传到异世界来了。别的别的，压饼。手弄的。哎，后面是奶瓶。暗黑雷霆。弄的，弄的。来等你。你看，可以战斗。是可以战斗吗？哦。無事か。待て。人なのか。私は本物だ。私は本物です。偽物は全部敵だと思う。ああ、これ夢かな。也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很悲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PS 现在不能用力的方式了，力的方式会读不到光碟，会没办法开机，我只能摆平的。妈的！是告诉我是不是要换主机？妈的！我也有人同款机啊！不要了。You owe 68,345。说，等我一下，摸点同一句多少钱？了，一万五买得到吗？定价是16980，16980，14400多吧。黑鼠兄说，该换 Pro 了，波浪符旧的拿来抽奖。我在考虑是不是要？You owe 68,345。说，你会想买放平的机？放平的应该会有人玩，我买不到就算了。我其实也不一定要。You owe 68,345。说，我可以帮你问问看上次那位主办人。好，马上就解决，不是啊，这个解除我的疑惑。Story Mode 是只能够看故事，它不是一个可以打的关卡。所以基本上，这根本就是一个对战壳的游戏。好吧，他省了，他连过关的那个 AI 他都省了，随便。妈的 ，Story Mode 只是一个，是一个剧情，只是个剧情可以看的动画 cutscene 而已，好不好？而且。啊，所以说这个游戏是专门卖气象对战的。哎呀，我请问这故事，请问跟实际的游戏内容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好像也没有吧。它就跟快打一样，要等玩了两年之后，它才会出 A 一版，它出。对啊，我想要超快打旋风的模式。但你的游戏格斗的方式也要够好玩呐、啊，我不能理解呢。搞不好很好玩呐、啊，我现在再重新重生一次，我不想胜，搞不好是真的很好玩。哦，真的啊，而且讲，因为这东西很难讲嘛。有人说，干是你不会玩，那很好玩的、啊，是你自己不会玩。阿波浪符对战游戏哪来的剧情？对战游戏哪来的剧情？不对，他先选角色。你看他意外，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你不能够进去对战前先选吧？品质有够差的，有点怪、啊。那可能已经坚持了一个小时，你有没有想换？也、欸、不错呢，我厉害哦，我可以坚持这么久，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没有我们难搞的，应该也你也不会坚持这么久。真的。你还在怕像挖沟了，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刚刚是一边打瞌睡一边在聊天。真的吗？辛苦了。因为游戏画面不是重点的。你角色选择在 party 里面不能选。准备完毕。可以。好，再来选个。他好像是二代啊，二代都有这些角色，我都不知道。三代的，应该是连魔王都做进来。会不会之后还出个什么龙血斗恶龙？有啊，有可能的。格斗游戏，应该是有可能。龙血斗恶龙的角色比较难搞啊。但是
这个游戏没有卖钱的话，还会有下一支吗？我是非常怀疑。那个大乱斗啊，那个或者是那个什么，像那种神保全这种类型的。神保全 ，Pokken。Pokken 还比这个更热斗，好吧？神保全比这个还好玩一点，我有买。神保全是不错玩的。好，再重现一次，这个不一定它是难玩的，是我不会玩。哎，什么意思？而且那个数位真的还蛮是真的，可是它已经卖到缺货了，不卖了。哪一片？我说我之前做那个真的是数位游戏代购啊，真的便宜好多的，它卖到光了。是哦。嗯。马里奥赛车我花1000就买到了。这便宜。有便宜到真的。我最近身边的朋友跟同事，好多人都买了 Switch 了。对，因为主机便宜，主机有台湾代理以后，主机上好像8000多块加游戏才会破10000多嘛。可是光买一些周边一定会破10000，游戏一遍就要1500以上的嘛。不会很烂的。主一曲那个 Polo 的手把要2200，哎，对 ，You will 68,345。说，但是他 NS 主机卖超好的，哦、那个没不好哦，不是不好啦，它有功能，没有震动，没有六轴，没有 Amiibo 感应，嘿，所以它会2000多，主要是 Amiibo 那个晶片应该在贵，成本加进去，对，但你如果不要 Amiibo 的话。不要震动，不要 Amiibo， 不要六轴，一只才600多而已，很便宜。对啊，那便宜很多啊。对，可是你想，如果说只是为了要玩一般的游戏的话，是没错啦，但是我觉得还是无线比较爽，对吧？好不好？对啊，这一只他妈的要2000多块。但是目前看卖过最贵的就是那个官方手把冷静。Switch 也有出 Holy 大摇，有啊，还要不杀？但是你买那个只能够用 Switch， 你只能就是在那边打 SNK 的 game 有意义吗？对，可以玩幻想旋风2啊。对，然后呢，你要花4000块买一片500的游戏回来玩。是这样，我个败鱼！哎，快点，旋风二我买到现在还没拆。干，对啊，有一个人到现在还没拆，你觉得买这个大也要干嘛？飞鼠兄说，你又不会。我的万用机版的大摇可以对应。万用机版的可以对应，不错。啊啊，我用不错，万用机版哦。我就要买广卡了，广卡接了就可以用了，花个500到1000吧。可是我没有那个兴致，知道吗？大姚买的主要就是玩 SNK 的格斗游戏，有意义的在这里。对啊，但是你会买一支专用口 Switch 的大姚，就是真的有点累 ，CP 值好像太低了，知道吗？妈，聊天聊那么久。还有人进来开始对局，还好有人聊天，那我要干嘛？打完这一场以后，我看就差不多好了。我有点玩不下去，我现在很失落。就跟你说换游戏了，我已经暗示明示你那么久，我好失落。可是都花了钱了，不多玩一点好像有点浪费。飞鼠兄。说他的巴姆特还好，当初有先想到波浪符可以不用再花一笔。你看，葫芦厂对你们多好，勇者都先下来试了吧？阿哥是勇者，不用再よろしく了啦，人都打不赢。邪魔をするなら容赦はしない。你看，人做的真的其实模子都还不赖。说。我说大姚啦，有点问题。我说大姚 ，OK。恐龙丫头，我这个可以远距攻击。
这每这角色每一个人都是 Superman 的，他都会飞。每个人都会悟空术。哎呀，这变好了，真赞！ Nico Gu 94说 ：“Hey guys, Nico Gu 94, you how? 你好。”说。好了，波浪不要来早点去了，波浪不大家晚安。好，早点休息哦，晚安。来，谁要睡觉了？我现在没办法看。部长好，部长晚安喽，晚安休息。哎，这条是蔡十三的音乐，这个是有爱来买过来收藏是 OK 的。难怪我看王子今天就没有在直播推荐，他应该也是非常伤心透顶。人家今天是正没来我家，今天是正没来我家了，对，搞不好明天又开始玩，所以想要看。上山直播可以去看王者台，应该不错。我没有正妹啊，这样，我们只有大叔。OK， 嘿嘿，就叫阿哥嫂露脸。不行，阿哥嫂完全都他都玩不露了，脸都不露了，他会生气。啊！阿哥是周末讲到我家，你可以哦，因为我家很远的。想说，为什么会有两个大叔在打电动？不是，是正妹，不是大叔，看多啦。你可以叫跟我们讲穿正一点。啊，看，必须啦。那你要先帮他买衣服啊。那搞不好人家有了，他很多抠服啊，是不是？拜托，拜，他一定没有叫师傅办的衣服帅。人家是不打扮的，打扮应该也是非常像这样。会 cosplay 就知道，因为打扮。他连 cos 都是男角。你有女角吗？我记得我有看他有女角。那我已经呼啸了，我的巴姆会什么时候会来？已经买了，呼啸巴姆特。我觉得这一局好像有别人罩我的感觉，罩我的感觉。他的动作都好怪哦，已经攻击过去了，然后砍下去还也很久。是正常的吗？这游戏一直都是这样玩的。哎呀，看你看到胖子没有？没有啦，输了，GG。妈的，连 rank 都没进去。Shit！ 哇，第二名，第二名不是我，是我第六名。没啦。好啦。就到这边好了，里面还有好多角色可以选的，但是我觉得实在玩不太下去了。人生故事模式没有，好棒的故事模式。对啊，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哎，真的。我本来想说买过来没关系，我就玩一玩故事模式，把它打一打就算了。他妈连故事模式都，故事模式是妈动画模式，给你看动画的。妈的 fucker！ 好，我直播就先到这里，稍微讲评一下这个游戏好了。好，这个《太空战士》迪西基亚 Final Fantasy ND 的呢，这支游戏呢，这个《太空战士》纷争，真的让我觉得画面的那个品质 quality 真的是做的还不错了，但有点也是在帮我朋友稍微打气一下的。这游戏做的东西，画面的部分呈现应该是做的很漂亮，也没错，动作也都很确实，特效啊什么，毕竟都做的还蛮不错的。但缺点就是游戏玩的方式比较单调一点，那攻击的 tempo 跟时机点失误比较单纯，
但单纯中要把它玩得好真的蛮难，比如说你砍出去的时候你要在正确的 timing 才会命中，这个玩起来有点像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就叫做神秘斗士，但是神秘斗士很热斗，这个为什么没有我不懂，嗯，明明是你技术差，对，就可能就是也有可能是我技术差哦，就是不会玩，对，搞不好会玩的朋友可能对这游戏就会觉得我、哦、这超刺激的，那可能完成这样还说这游戏是烂片的，明明就是你不会玩也说不定哦。哦，但是林北开台，林北买游戏，林北就是来评价一下，没错。哦，游戏部分真的，如果以大众来讲的话，一样，他的招式是不是比较单纯一点，太单调了。然后你在打的时候，完全摸不着头绪哈、哦。他的拉按锁定敌人在追尾的时候，其实很蛮乱的。对，而且你追到尾的时候，你要去打的时候啊，你那个冲刺的攻击飞过去。你要按住 R1 飞的那个时间点，等到你看到人一按之后，他还要很久才会眼砍出去，这件事情人早就溜了，好吧？就很多点，我觉得还蛮值得可以有一些改进的空间的。这个游戏重点就是召唤师婆，对，召唤师婆，还有用所有汤战士的角色帅帅的给你看，嗯，真是一个铁粉绝对要入手的。有吗？我八五六有出来吗？我刚刚没有看到哎、欸，好像还没看到你，还没看到就结束了。嗯，对。好，那整体的分数的话，我自己个人不想评分。嗯，这分数评出来，我讲应该会很多人会干掉，所以我还是不要评好了。对，总之这分数会有让我想到，我明天就想卖掉。好，我该 promo 都 promo 完了，动画该看都看完了，大家可以早点休息的。嗯，OK。好，如果还要看《太空战士》后续的发展，请看别台，我不会再直播的哈。不好意思啊，我们那个，因为明天游戏片，因为明天游戏片大概就会卖掉了，很抱歉。你看动画做的多美多漂亮，是不是 ？McDias Jin 说：“哦 ，MC 第二场刚才就要关台了，要关台了，因为我已经玩完了，我受够了，花了1600，然后来虐自己，妈的。”160颗没办法多，太贱了，怎么会妈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直播要被 HD1 的拍谁齁，今天稍微这个玩进来，我可以看一下重播，你就可以看我干掉的多严重齁。好，谢谢我们 Kelly 长，还有我们的国战跟红球，还有这个情况长跟 Big Wing 的Kelly长，还有 Jelly 长，还有幽游长的 Mofi 和小 B 金嘎长 Zinkerwan， 我们的说这个樱花长，嗯，挂台哦。好，感谢大家收看，有兴趣朋友可以 follow 我们的台。晚安啦。好，这个 McDias Jin， 我们就下次本道明见啦。哈哈哈，感谢大家收看，我不要再爱人吹面了，马上要买中古喽，感谢各位。好，晚安，大家晚安，感谢大家收看，大家晚安，思密的，拜拜。お疲れ様、はいはい、拜拜。